新的一期的加工风情。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蒙特利尔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们预约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钟，我们已经迟到了，快点走吧。我们本来是在网上买票的，然后他说呢，我们需要一个 reservation number，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没有发给我 email， 然后呢他查到我的名字之后，他就说你是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票证。然后第一个展览馆呢是在楼下，我们去看看吧。是在播放一个影片，很有幸的是呢，它播放的是一个，我估计是在中国80-90年代人们在一个渡轮上面怎么样去雕刻一个石膏的一个过程。影片挺长的，我们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观众，我们就不在里面说了。要说的是，这边是当代艺术博物馆吧，它里面大概有近6000多个藏品，但不是每一个小的馆展览厅都开放。今天开放呢是楼下跟楼上，我们楼下刚才看了，就是一直在播放一个影片，楼上呢应该还有两个展馆。这边呢是1964年建立的，它一直致力于就是保护一些加拿大本地的一些艺术品。我们到楼上去看看。这女的疯了，这女的，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其实就是两个画，然后呢你走到那个任何一个角度都有一个女的在盯着你，然后所以我就来回跑，我看他们到底谁在看着我。然后呢刚才他们就显出那种还 OK 的表情，我跑了一会儿他们就不耐烦了。你看你看你看，这女的开始不耐烦了。嘿，你说我站在中间，他是谁看着我呢？
喂，你看不着，你看不着，你看不着，你看看看，喂，你看不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片子呢，就叫做《搬钢琴》。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叫搬钢琴，就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要展示一下十九世纪，人们是怎么样用两个人把一个大的三角钢琴搬上楼的，然后还是旋转楼梯。其实呢，这个艺术馆我现在感觉到他其实就是想要保留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过去的人是怎样干活的。我不是很懂艺术，所以也其实看不太明白。看完了这个展览呢，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不是很懂艺术因为第一个展厅展览的大概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是怎么样在船上雕刻石膏的，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水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多么的重要，第三个大概就是说光影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怎么说一些记忆过去的一些什么声啊光啊的那些体验，还有就是一些当代的一些绘画，但是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拍，因为这里面是不让录像的。我的感觉就是小时候学嘛，学艺术就是说1860年开始，往后到了1970年左右就是当代艺术，然后也是从莫奈啊他们那些人开始的。我倒是真的看不懂画，但是如果懂画的小朋友呢，你们喜欢看画的小朋友呢，可以来这边看一下，我倒是挺推荐的。因为呢他们这边是真的很致力于保护加拿大当地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你能看到里面的那些画基本都是当代的一些画家画的，也都是居住在现今还依然居住在渥太华呀、蒙特利尔、多伦多的这些的艺术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基本上是这样了下期我们要去哪呢？不要
走开哦，订阅我们的频道，拜拜。